嘿嘿，手套筋，玩偶，大家好，我是 Jonas。 今天我们来玩炸尖大作战。那上回跟你都是平局了，说明我的厨艺在不断进步嘛。这回觉得可以把你做成炸鸡的。哼，等着啊！你瞅我选了啥啊？什么？你要把我做成西部鸡呀、啊？什么？这是牛仔的亲戚，牛鸡啊，不是。这鸡仔好吗？鸡仔，那我做一个伪装啊！你看，这回我变成一个马，应该就做不成炸鸡了。你这是马呀？啊？那不然是什么呢？小鸡娃，是小马鸡。小马鸡是啥？就拿一个蛋糕好了，让你做成一个甜甜的炸鸡啊！哦，我给你个木桶炸弹，甜口炸鸡来了！学我的动作呢？哎呦，这什么？这也太帅了吧！星球大战。我的妈呀，那跟我这个小马驹的衣服有点不搭吧？千年隼，哎，来，我隼你。我到哪去了？快它变形了！激光剑，来，我也来耍个剑来。耶，打你，打你！哎、我切着你了，你切不着我。什么事？我被打到了呢？来来来，你射我。因为我这小马驹的衣服不适合打人吧？可能我来反弹你。居然还能反弹、怎么样、这激光剑也太强了吧、来打我呀、我怕什么、我怕什么、我的妈呀、求你来了，不行，我要拿个激光剑才行啊、我也来激光剑，白沾你、我剑呢，我剑呢，不让你剑，不让你剑、我变成白鸡了，白沾鸡了，救命啊，欺负牛奶衣服只剩个豹子了，别跑啊你，好菜鸡，还菜鸡呢，怎么样，我扎你，我扎你、其实你别不信，我是你爸爸啊！什么？哦，涨潮，岩浆来了！啊，正好你的皮扒干净了，得烫一烫了啊！啊，怎么我在往下滚呢？哦，今天我们就来学习，套件教你来做鸡。你做一个给我看看，毛扒干净了以后要烫一烫的、哎呦，还想踩我呢？我被踩飞了，我被踩飞了，我了原来这鞋子还有这种用啊！我再来加点糖。哎，我都打枪啊！啥玩意？我还打枪、啊？怎么打了半天？我怎么总打枪、啊？用了一定的子弹我不用了啊！我变成烧鸡了。这什么？我不烧，我不烧。哎、你看看踩了那个弹簧会怎么样啊？我傻是吧？啊，我是傻鸡。你看。你踩上去看看呢、绝对会有好事发生的、我试试，你看他走了好吧，把你丢上去看看，哎，我不用看了，我的枪帮我看过了、我用我的波来把你波上去，哦，哎呦，你还有波了，是不是又要掉到水里了？中间这个台子在不停的升降的呀，瞅瞅我捡到了啥、来摸摸它，他走、哎呀我来让你自己到盘子上面去试试吧，射不着我，哎，射不着我、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我丢了个筒子，嘟的、飞回来，飞回来，哎呦，你怎么飞回来的啊？我再来踩你，我丢桶子，丢，哎呀，飞，哎呀，哎，我飞到天上不下来呀、你，有卷轴，我有卷轴了，你干啥了？直接弹下去了呢？哦，可恶，你都已经变成白斩鸡了，我却没有把握住机会，食人花转圈圈、我这回一定要把你丢到食人花嘴里去，我不信，哇，来吧，这么多食人花的吗？光剑，我有激光剑了，又要转起来了中间怎么过去呢？好像中间有个鞭子可以用我差点嘎了。来呀，怎么过去呢？直接飞过去。我直接飞过来了，捡个鞭子把你抽进去。在我的剑上玩，抽进去，吃了我呀！我也被吃了，救命救命！我还是待在中间安全啊！抽你。让我去捡个激光剑，抽你来打我呀你！我刚捡激光剑，给你面子！哎，我激光剑又被吃了。我能不能带着这个飞回来呀？哦，可以。哦，你回来了。现在我有武器了。我的鞭子，鞭打你！我的鞭子。怎么样？你把我抽的一滑。啥情况？食人花怎么会反击我的呢？断崖飞车，摩托车？我们要抢摩托车呀，好像。啊，是吗？哪有摩托车啊？在球里面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要被你跑得快。你的摩托车，我变我的小菜鸡。我要骑车。没有抢到。怎么骑得这么快？我飙车党来了！我那个菜鸡骑车一边骑车一边颠我呢。哎呦，我卡这了。我飞起来了。要来这个操作。来追我了！救命！穿桥洞来了。再过来我就炸你了。摩托车怎么这么不好控制了？飞起来啊！非常棒！别走，别管我！行车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啊！但是我赢了，你把我先撞死，你才赢的。
那在沙漠里面我也要飞飞车了。哼，我要成为最强飞车手。哎，来嘛，有几辆车啊？这里面我看看。没车呢。哦哈哈，鬼火摩托。哎，干啥？这车好像飞不起来呀。我过去你过来是吧？我来我来我来撞你。哎，我们约个地点。撞下去。哎呀，我疼了我疼了。哎，那我在车上还可以丢炸弹呢。哎呦，你个不法分子，什么鬼飞车党啊！哎，一点都不好操控啊！我怎么追着你撞啊？我来追着你撞。我根本撞不到。哦，快飞过来，飞过来！冰冰冰！我人是行车不规范，欺人两行泪。看看，一看这个开车姿势就知道平时是个法外狂徒吧？摇头晃脑开。好，又要过马路了。小鸡过马路。哎呦，我只听说过小青蛙过。哎，怎么连那个人行横道都没有啊？哦，因为我们是鸡呀、啊，我们鸡行横道都没有啊。哎呦，你还在鸡行横道上丢香蕉皮呢？啊、来，我抓你过来，绳之以法。我来教教你。怎么样？哎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哎，撵过去了啊！干嘛呢？我这个警长，我你的鸡皮毛怎么？哎呀，教你不好好过马路吧？被撞飞了吧？欺人两行泪了，这又去洗衣机了呢？我啊、拔干净了毛得洗一洗吗？我这么干净用洗呀、啊？啊？但是没水呢，这洗衣机里面。哦，有鞭子了。哎，我来一边抽你一边转就可以洗干净了。哦，上面这个东西能剪吗？怪不得叫滚筒洗衣机滚起来了。快走！可恶！我先穿这个，来手动让你滚一滚。穿不了。进去了吧？救命啊！来，我来给你随时垫一垫。哎，我再把你抽下去。不给你垫。我钻下去了。你在逗我呢？啊！这滚筒洗衣机就是厉害呀、啊！哼，让你笑。一会儿把奶嘴给你拔着。奶嘴拔了就变成奶味鸡了。又可以驾驶泰坦了呀！星际大战。让我驾驶一个泰坦，用力的锤一锤，给你锤成鸡肉牛丸。鸡尿牛丸是吧？是啊，来，变态了！呀，别别别别！我不麻，我不麻，哎，不麻，哎，不麻椒鸡。哇，什么东西飞过来了？什么？哦，你看这个，哦，你看，哦、原来这是哦，战斗机呀、啊！哦，我坐上飞机了，你看，嘿嘿，哎，我被飞机带走了。你还能回来吗？啊，回不来了。哎，这什么鬼呀、啊！我以为那飞机是好东西呢。我躺赢了，小鸡坐飞机了，直接。哇哇，阿拉登神钉！我要神钉，我要神钉。哦，里面有道具吗？磨一磨就知道了。磨杀它才行啊，好像。哎呦，我要开了开了。哟、还会炸呢！神奇，我爱神奇。炸出来了，上面是。哇、我上去了。来搞点，哎，这个小陷阱。哎，你还搞点？你怎么上去的？我上来了。你怎么上去的呀你？瞅瞅我发现了啥？哎、哦，那你站的高肯定射不到我呀、啊！耶，我是拆神钉的好吗？哎，我来给你。哦，我是那个啥？哎、我来给你冰点炸弹。啊，我毒了，我变成毒鸡了。怎么上去了？我怎么上不去啊？哼，我穿了个鞋就上来了好吗？我也要。哦，这边有鞋呀、啊。别毒了，别毒了。这鞋怎么掉下去了？就掉了吧。我坐在那灯下边，打不到我了吧？灯下黑。我也要捡个鞋。耶、yeah, ，轮到我来了。你上去吧，你。这宝贝儿怎么掉下来了呢？我的。给你个炸弹啊！到我圈里了。没炸着我。炸我飞起来了。我把你炸下去。我不死，我不死。哎，你被炸到雷区了，飞了吧？瞧这奶嘴是神奇奶嘴，带了奶嘴必赢呐。我气死我了，充当了一次厨师了。才飞个鸡头。自相残杀呢？你怎么？好了，那我们继续明天先到底吧。那我们直接说啦，拜。